哎呀妈呀，这谁上我们家墙写的啥玩意儿？这是啊，啊！你瞧我都出门啊，买菜挣工夫，这个老王头子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快出来，来来来，快出来！喊啥呀？你快出来！睡会儿午觉都吵吵把火，还睡什么觉？睡觉啊？你心这么大呢？咋的了？这谁往墙写啥？这是？刚才村上来两个人，这不写的吸烟有益健康吗？这公益广告。啊，戒烟有益健康，没文化真可怕。那啥，给钱没有啊？要啥钱呢？你看人这刷的多好啊，这。你看，咱们哪应该从他要钱，你知道不的？啊，怎么的？洗完拉倒了，一分钱不给，就这么地儿了。凭啥呀？我找他们要钱去。你给我回来，回来。啊！村上刷一条公益广告要什么钱呢？一会儿还来宣传呢。宣传给钱不？啊！你看人别家大墙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那都租出去了，一年呐好几千块钱到手了。咱们家的墙啊，一分钱没给，哎，就这么白瞎了。你瞧你，跟人家能比吗？人家那地点好，你看人老李家挨着小卖店，租给马应龙的。你看这水井，人家老孙家挨着水井近，租给加多宝了。咱这啥玩意儿？咱家这是三岔路口，这墙谁租啊？你说那不对呀？啊，咱们村上张寡妇他们家啊，那大墙啊，13不靠，哪也不拿哪。哎，租出去了，一年呐好几千块钱到手了。他租谁了？租给咱村做鞋店那个老码头了。老码头是光棍子，直接奔寡妇去的。咋的？你想让人家问你来呗？你这老头子说啥呢？你给我回去！你全是钱的，一分钱你挣不着。你跟钱睡。哎呀，这地方咋这么难找呢？你说啊？哎呀，这不银莲吗？哎呀，那是我大名，小名叫丢丢。丢丢啊！嗯，哎，那个老王大哥，你家这墙租不？不租。啊？这租，往外租啊？租啥租啊？租。多少钱？那个2000块钱。10年呢？1年2000块钱。1年2000？啊，嫂子，你家这墙长城啊？这样的啊，咱们一个村住着啊，也不是外人。嗯，嫂子给你打点。行不？打多少折？打90，1800块钱，你看行不？行那行。租啥呀？你租我这个怎么整呢？你呀，愿咋整咋整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没事。不是，你俩到底谁说算？我说了算。这墙我说了算。对哈，咱们说好了啊，1800，现在就点钱。我这人吧，办事吧哈，就是痛快，真是。你个老爷们要办事像个娘们似的，那就没啥意思。啊，好嘞。哎呀，好，给我拿过去。哎呀，这地点太抢了啊！我说张寡妇，我有小名。不是丢丢。你看咱家这墙，你能不能不租呢？这什么话呢？钱都给了，凭啥不租啊？你租我这破墙干啥呀？做广告。做啥广告？阳肾大补丸。不是，你怎么就偏偏相中我们家这墙了呢？你们家这风水好啊。啥风水啊？你看看啊，我这个阳肾大补丸治啥病你知道不？嗯，专治尿频、尿急、尿分叉。你看看你们家这的是三岔路口，和我这药太匹配了。你那么的啊，你贴广告行，你别把我下边这戒烟有益健康给我盖上就行。哎，这几个字给你多少钱？没要钱。没要钱啊？谁信呢？你耐信不信？实在不行我就把我这钱我再租回来。啊，你现在要往回租？对，可以租吧，1000。整面墙刚才是1800。
我朱辉一半是不是应该900呀？现在这墙归我所用，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爱租不租。行，一千，走吧。我可贴广告了啊！别把我这盖上啊！嗯，那跟你没关系。阳肾大补丸，哎呀妈呀，三岔路口太踢废了。